海外志工精神研习营持续在进行当中，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多种语言，志工力求语言沟通做到无缝接轨。光是在三重园区就有八种不同的语言，必须透过翻译组以及当地的志工协助，才能传递善法。Taking food from the dishes。那对于告诉大家哪一个是多快？耳听四方，口说外语，即时翻译讲师课程，不止脑袋要清楚，思考也要敏捷。做翻译嘛，就是像说是口译，在学校受过训练，对。然后如果在营队的话，主要就是负责说把那个讲师上课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样。承担翻译工作的还有莫桑比克志工保罗，他一开始透过查字典下苦功，英语才逐渐上手，之后再翻译成当地方言。One which helped me to translate. It's a book from master. The book from master. Yes, I've been reading this English book. So you use that English book to help you to get it. Yes. Let me explain to them first. 我们翻成英文，到了英文以后，再经过他们的自己的志工，再翻成他们当地的语言。那甚至于中文，他们还有翻译成当地的 local 的那个他们的方言。所以经过一关又一关又一关。用心就是专业。海外志工精神研习会三重园区有24个国家、8种语言，翻译组一一克服。比较高深的佛法，对。那这个并不是说可以当场即席出来，那这时候就还是需要比较资深的师姐来翻。即使忙到一刻都闲不下来，但也从中获得回馈。对我们自己而言，除了翻译之外，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一直在回荡讲师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很美妙的地方。工作就是学习，翻译使命，传递真善美精神。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素养、洪秀儿、王建中，台北报道。